那这个球就是很刻意的，就是要做 pitch out 了，就是抓对方可能会跑。这个球在右半边，阿雷右外野手滑下去，右外野手张明彦滑下去，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，形成了两人出局。哦，这个守备是一个很危险的，因为陈江河跟那个张明彦两个哦是一个蛮靠近的，不过到这一刻已经放弃掉了，陈江河放弃掉了，但是没有碰到一起。哦，张明彦这个守备也有水准。用滑接式的方式来处理的哦，这个纵使是碰撞到也比较不会有伤害。